谢谢表演。非常精彩，又是这一句话。今天晚上啊，晚上我常常主持晚上的晚会。今天我这个非常精彩，这个说话依你也说很多次，每次我都要讲非常精彩，真系冇得顶。我哋由掌声就显示出噶啦。不过咁样，我要求长者唔好大力拍手掌，长者大力拍掌，你手痛我心痛。后生嘅拍多啲，唔该。OK， 多谢。我跟哇，好，跟住嚟独唱与双人舞《姜家姑娘》，秀彩秀啊，三人舞嚟噶。姜家姑娘不但美丽聪慧，而且勤劳善良。每当闲暇嘅时候，佢哋都能够飞针走线咁绣姜绣噶。咁用佢哋灵巧嘅双手绣出好多漂亮嘅绣品嚟装点佢哋嘅生活。姜家姑娘秀彩秀，通过歌曲同埋双人舞来再现呢种情景，表现五一二灾后喺党同埋政府嘅关怀之下，同埋全国同胞、国内外同胞关怀之下，新家园更加美丽，新嘅生活更加甜蜜呢个主题，亦都系唤醒咗好多。对很多时事漠不关心的朋友对他们的关心，因为我看到全世界不同国籍，特别是我们国家同胞华侨对赈灾的力出很多，这个我们是非常欣慰的。现在得到见到他们能够重新重建家园，能够得到更美好的明天，我们是非常欣慰安慰，也都是每无时无刻都是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祝福。好了，这个时候还是换衣服。你情如白雪，永远不染尘，要穿上上是噩梦，不可心境真。你看见雪花，是咁飘噶嘛？雪花系嘛？你唱你看见雪花飘是唔得嘅，我飘多啲。你看见雪花，飘是我这里雪落更深，寂寞两地情，要多信任。明了真心爱未泯，寒梅仍能傲雪，你哋更加胜别人。得啦，我又话就 OK 啦 ，OK。所以对唔住，我哋俾掌声啊！啊，打断，俾掌声音响啊，几靓嘅音响。打断，我哋系变面先，对唔住，因为佢整咗喺里边咧，焗住好辛苦。哦，占先吓。OK。咁而家換句話說，我哋請林麗娟魔術大師同大家做咗變面先。